演绎家 Janice 呢日喺麦花臣举行音乐会，适逢圣诞节，台上布置咗圣诞树，十分有节日气氛啊！Janice 邀请了陈恩健和 Gail 做嘉宾，嚟紧仲会去泰国和 Gail 一起倒数添啊！系啊，今年好得意啊，第一次去 Bangkok 跨年啊！我上次去泰国已经十年前啦，咁今次就都系因为识咗 Gail 啦，咁都有呢个机会，咁我哋12月31日会喺呢个 Icon Siam 一起唱 Countdown to New Year。至于出年 Janice 就会主演舞台剧喎。系啊，因为我真系觉得我上年演嗰、那个风云咧，我系演上瘾嘅。咁梗系我知道我唔系一个即系最专业嘅演员啦，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多谢黄百鸣先生同埋高志森导演俾呢个机会我做。仲要做埋女主角添，咁就希望大家會期待一下下年6月喺香港演藝學院搭錯車。今次我 so far 知道都係有一位好勁嘅前輩嘅，但我唔講得嘅，就我覺得係學嘢咯，一齊玩去。